烂岛欠债几百万，跛脚帕兹爹哋呢围村被晒。自从帕兹结婚生仔有自己屋企之后，已经好少听到佢同新富胡苏勇嘅新闻啦。实情系父女间已经好少见面，但系最近有传帕兹爹哋竟然再因为赌钱而争落几百万，因为帕兹唔肯再为老豆孭数，搞到胡苏勇除咗俾债主打跛脚之外，仲要匿埋喺大围真大屋围村入边被晒。上星期三 ，Face 仲发现帕兹爹哋由友人搀扶之下，拐下拐下咁由村口行去饮茶。哇！不愧系曾经叱咤风云嘅胡苏勇啊！出入仍然警觉性甚高，系咁周围望。喂，听唔听到啊？唔好影下。